在这孩子啊太难教育了，老师不好当，请各位家长们呢一定不要认为把孩子送到学校就可以高枕无忧一了百了了。我认为这家长的教育啊是和孩子、老师、学校共同配合完成的。这是昨天我留的作业啊，五堆水泥能盖一个水渠，五十堆水泥能盖多少个水渠？你说就这么简单的一道题，我们班居然有三个孩子答错了。今天必须把他们家长好好找来，我看看这问题啊究竟出在哪儿了。这都几点了，怎么还不来呢？我想东流啊，天上星星看北斗啊。笑啥呀，赶紧把这个工程号竣工了，咱们好上下一个活儿，知道？我就不督促你们干活了啊，给孩子开个家长会。哎，请问是万老师办公室吗？我就是万老师，请问您是？啊，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张大宝的家长。张大宝家长？啊，对。啊，你给我站起来。你可真行啊，张大宝家长，我可算见着你了。我当了你儿子三年的班主任了，没记错的话，这是咱俩第一回见面吧？老师啊，你就知足吧，我儿子一年才见我两回。那咱们闲话少说啊，知道我今天找你来干嘛吗？不知道啊。找我来干啥？还干啥？来，你看看你儿子作业啊，这么一道非常简单的数学题，答错了。五吨水泥能盖一个水渠，五十吨水泥能盖多少个水渠？这也太简单了。你说就这么简单，这孩子咋就没答上来呢？答多少呢？九个。多少？九个。你说这孩子不缺心眼儿吗？这不吗？啊，知道着急了吧？这活怎么能这么干呢？你说这什么？老师啊，不光你来气哈，就我看着我都来气呀。不是、啊，你说这活干不干黄了吗？这不吗？不是，老师，你要是相信我啊，你就把这五十吨水泥交给我。五十吨水泥，我能给你盖出十五个水渠。不是，卯卯劲，我能给你盖十七个，但质量不保障啊。不是，张大宝家长，你是干啥的啊？包工头啊。你一边去吧你。行了啊，我直接跟你说了吧。上次期末考试啊，你儿子不及格啊。我说开家长会，你家一个人都没来呀。我不忙呢，没及格打多少分啊？五十九分。多少分？五十九。哇哇，你们大孙子出息了，考试考了五十九分，咱老张家祖坟冒青烟呐。儿子给你们磕头了。你这张大宝家长，站起来干什么呢你？老师啊，你是有所不知啊，我爸和我爷他俩加一块嘴啊也就能考二十分。我人生最巅峰的时候也就三十啊，我儿子考五十九，这不是状元吗？这不吗？不是，老师，我电话响了，我接个电话。喂，媳妇儿啊，你怎么还打麻将呢你呀？啊，咱家出大事了，你儿子考试考了五十九分啊。你别哭啊，你哭什么玩意儿呢？你有病啊，你也不看看谁儿子。那个这么的啊，今天晚上赶紧杀两头猪，把咱家亲戚朋友啥全都给我叫来，听见没有？再给我买两挂五万响的鞭炮，全给我放着。老师现在也为咱家的孩子成绩感到激动了。行了，我不跟你多说了啊，我看看。老师，老师啊，我这人吧特别实在，你这么的，你就说你想要金匾还是想要锦旗？我想让你儿子多写个水渠。张大宝家长，我就想送你四个字，虎父无犬子啊。不可理喻。哎呦我的天哪，我怎么能摊上你
这样的家长啊？摊上我这样的家长，你就偷着乐吧。哎呦我的妈，太上火了！妈上火，我给你拿的金冠加多宝，多宝多宝。行了你，行了，张大宝家长，我冷静冷静，咱们都冷静冷静啊。请问是万老师吗？啊。人来的不少啊！哎，你们先喝着，我给孩子开个家长会，去去就来。啊，我问一下吧，你们俩谁是万老师？他是我是，请问您是？我是谁？简单点和你说，何然是我儿子，我是何然他爹。我和我爹那年去逛街认识的我媳妇儿，第二年生的何然，所以说何然是我爹，我是不是？我是何然他爹。你俩干啥呀？给我绕的都迷糊了。家长你别迷糊，我听明白了，何然的父亲是吧？差不多吧。是这样的，今天叫您过来呢，主要是何然这孩子学习上出了点问题，所以我把您找过来啊，跟你说一下他的问题。我这不好意思，接个电话，都别说话。啊，燕儿吧。哎，尚坤呐。妈呀，还尚坤呢，还浩南呢，还妈呀。我不跟你说处理干净吗？腿卸了，血放了。等我回去处理吧。万老师你继续。我刚才说到哪儿了？你说他家孩子有问题。你是干啥的？胖乎的，长得和个小卤猪似的。我家孩子有什么问题？不是我说的，是万老师说的。是万老师说的吗？好像是我说的。就你说的。你把嘴给我闭上，说说吧，万老师，我家孩子有什么问题？小学三年级数学应用题。什么题？5吨水泥能盖一个水渠，50吨水泥能盖多少个水渠？50吨水泥能盖多少个水渠？万老师，能盖多少个水渠，咱能不能先放一边儿？我就想问问你。凭啥让我儿子给你盖水渠？你是干啥的呀？啊，我儿子才多大呀，还没有他长得胖乎呢。家长误会了，不是给我盖水渠。给你盖水渠啊。我自个儿能盖。自个儿能盖就自己盖。我跟你说，我儿子谁也不能给谁盖。我还让他长大继承我的衣钵呢。大哥，冒昧的问一句，那个刚才你说又卸腿又放血的，你是干啥的呀？杀猪的。你给我上一边去。这家伙让你吓得大车都没敢喘呢。给我过。我杀猪碍你啥事儿啊？看不上你，急眼把你猪圈给扒的。把你厉害的，你有能耐把他拱开，你是笨能耐。哎呀，何然的父亲，今天我叫你过来是想跟你说一下孩子的问题。何然这孩子啊，性格孤僻，不与人交流，我是想告诉你多花点时间陪他。王老师，你话说的轻巧，我天天起早贪黑的，我不也是为了我这个家，为了我儿子吗？那为了儿子你更应该多花时间陪他呀。你这话说的啊，我陪儿子谁陪猪啊？上一边的把我气死啊。这都什么家长啊，太愁人了，跟你们两个。请问是万老师办公室吗？是。就说说你们这些员工啊，平时工作态度一定要端正，还有那几个项目经理，都把工作给我抓上去，别总啥事都让我这个老板操心。先不说了啊，等晚上回去了连夜开个会。哎呦我的天哪，我没看错吧？请问您是？他你都不认识？本地最大开发商，楼全他盖的。不光是楼，我猪圈都是他垒的。你们两个认识我呀？那当然认识。太认识了。
万老师是吧？你好你好，请问您是？自我介绍一下啊，我是江小壮的父亲。哦，江先生您好，我这样啊，一会儿我还有一个土地收购的项目要谈，只能给你5分钟。说吧，什么事儿？行，那咱们长话短说哈，江小壮这个孩子问题太大了。我儿子有什么问题？您还不知道吧？江小壮，一个小学3年级的学生，就请全班同学出去玩，那花钱大手大脚啊，特别浪费。请全班同学出去玩？就是啊。这孩子太不懂事了。你说可不是嘛？这事儿怎么能不带老师呢？对呀，还没带我。不是什么呀，这不是没带我，老师，不是带不带我的事啊，你不能这么教育孩子。你想说什么我明白，这孩子小的时候一定让他懂得勤俭节约，对，不能铺张浪费。对了，王老师，你就放心吧，这事儿啊我向你保证啊，我一定要重视起来这个问题，以后我一月就给他20000块钱吧。不是，让他嘚。不是，江先生，你不能这么教育孩子。哎呀，万老师啊，你不了解我的情况，我平时工作实在是太忙了，根本没有时间管孩子，是不是？但是孩子要啥，我全都满足的。不是，前年呐，我儿子爱看电影，我就给他买了一个电影院。去年呢，他说爱看书，我给他整了个书店。这两天呢，他说他要洗澡。你给他买个洗浴中心呢？我给他买个搓澡巾，回家让他妈搓去。这江先生，你这么教育孩子方式是不对的啊！我认为对于孩子来说，知识才是最重要的。毕竟啊，知识能改变命运，知识就是财富。哎呀，可下说到正点上了，知识改变命运，知识就是财富。嗯，王老师啊。今天来的匆忙，就带了这么点知识。给你知识，你把钱收回去，请你尊重我，我是一名人民教师。你看看，还得是人民教师啊，有监控。你这有什么监控啊？有监控啊？万老师，要是没有其他的事儿，我就先走了。一会儿还有一个重要的会议啊。好，我一句废话都不想跟你多说了啊。这是我留的作业，一道非常简单的数学题，你儿子答错了。什么题？5吨水泥能盖一个水渠，50吨水泥能盖多少个水渠？我儿子没答上来。我儿也没答上来。我儿也没答上来。这也太简单了。对。一个都盖不了，怎么的呢？50吨水泥都能盖俩水库了，他干什么水渠呢？要就说大老板呢，那层面那方方面面，就是、那个哥啊，真的呗，你要盖水库啥的，我这有人，你找我，我一年不回家。一会儿给我做报表啊，哥，我2年不回家，我天天给你炖猪肉，先买500头猪。哥，我跟你说，我先给你花你们要是认识我的小猪，我跟你说，黑地白花，老可爱了。干什么呢你们？这里是学校，你给我站起来！你们仨给我站好了，到这来站好了。本来我今天找你们过来是想跟你们说说孩子的问题，但是看了你们之后，我才知道原来孩子的问题呀，就出现在你们这样的家长身上。你们只知道给孩子钱，给孩子物质上的生活，你们知道孩子真正……行了。我什么都不想跟你们多说了，这有一篇我们班同学写的作文，来你们听听。我的爸爸是一个爱说谎的爸爸，他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爸爸下次一定陪你。今天我过生日，爸爸又没有回来。爸爸，你说的下次到底是什么时候啊？我知道你工作忙，妈妈说你得挣钱养这个家，我特别想知道你一天能挣多少钱。我有好多好多压岁钱，我可不可以买你一天的时间来陪陪我，就一天。爸爸，
我想你。包老师，我听完这个作文，我有点想我家孩子了呢。我以后肯定多陪儿子，少陪猪。我先回去了。喂，今天这会不开了，我得回到家。对，陪儿子。鲍老师啊，我就有一个问题，这篇作文是我儿子写的吗？你不要说了，我有个好儿子。真希望他们能把这个问题呀、啊、重视起来，多抽时间回家陪孩子。时间不早了，我也应该回家陪我的孩子了。